独立师道信大邱，无输金将自免收。日时唔惊人来照，暗时唔惊贼来偷。这首诗呢，是叫我们趁着年轻的时候，就要用功读书。读书学习是为了我们自己，知识是带得走、偷不走的核心力量。一个有学问的人，白天不怕人来借，晚上不怕贼来偷。草山春晖用最温暖的方式与经典相遇。